大家好，这里是即学即用旅行韩语，我是王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程琛和约翰将要前往深受韩国年轻人喜爱的林荫路，可是程琛却在途中发现手机突然不见了，他能不能化解这次危机呢？我们来看看。哎，约翰，这一片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深受韩国年轻人喜爱的新沙洞林荫路。新沙洞林荫路啊，怪不得刚才我从那边过来看，这里面的年轻人都好时髦啊，而且商店里面的衣服也很好看，每一件都想买，还有那个食物看起来也好好吃啊。对，我们慢慢逛吧。好啊，走。哇，约翰，这里好好看啊，你帮我照张相吧。程琛，你把手机给我，사진찍어줄게요。约翰，我手机好像不见了。핸드폰을잃어버렸다고요？手机丢了在韩일리시핸드폰잃어버렸어요가방미자일바위잡아마가방볼게요包里也没有，约翰。我好像手机真的丢了，怎么办啊？你先好好找找，别着急，我给你手机打个电话吧。在这儿呢。가방안에핸드폰있어요。정말다행이네요。我再一起。一起照吧，一起照。大家好，我是周老师。上次我们学习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韩语怎么说，大家还记得吗？발마사지를받았어요。对，非常好。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些随身物品的韩语名称。程琛在林荫路逛得正起劲儿，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吓了一大跳。他以为手机丢了，于是对约翰说，핸드폰을잃어버렸어요。잃어버렸어요是丢了的意思，在前面加上丢失物品的名称就可以了。比如핸드폰을잃어버렸어요，지갑을잃어버렸어요。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吧。휴대폰은어디에있어요？가방안에있어요。지갑은어디에있어요？지갑을잃어버렸어요。휴대폰을잃어버렸어요。가방안에찾아봐요。여권은어디에있어요？지갑안에있어요。对，非常好。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随身物品的韩语名称，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吧。핸드폰을잃어버렸어요。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学习的内容哦，我们下次课再见。约翰，지갑을잃어버렸어요。가방안에찾아봐요。네。지갑어디있어요？지갑가방안에있어요。휴대폰은어디있어요？휴대폰잃어버렸어요。别开玩笑了，真是。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随身物品用韩语怎么表达。那下期节目，热爱韩剧和韩国电影的程琛将要前往充满韩流气息的江南站，感受真正的江南 style。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